李先生买的是特斯拉 Model Y， 去年在官网订购，售价34万多。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尝试新能源车。我是1月24号提的车，开的比较多，因为之前就是没有接触过电动车，然后开过之后呢，就比较它的驾驶感受还是很好的，就是各方面还可以，然后就是到了过春节的时候，就是走一些农村的那个水泥路，就是颠簸路段啊，它那个震感就很强。李先生说，车子震感强烈，他调整了胎压，情况有所改善，但另外一个问题自己解决不了，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有明显的低频噪音，时间长了耳朵就不舒服，就是嗡嗡的声音，就像坐飞机那种感觉，然后这个就是耳朵呢，就是有一种耳压，耳压感很强烈，时间长了的话就压迫那个耳神经嘛。李先生说，耳朵出现不适，听力也开始受损。他提供了宁波市杭州湾医院的听力测试报告，显示一只耳朵的听力已经出现问题。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的医疗证明写着，患者因突发性耳聋于2021年3月18号起住院治疗，共6天。处理意见时建议出院后避免噪音刺激。李先生把这事儿投诉到了特斯拉方面，当地售后给车尾处加装了隔音条和装饰。李先生说，噪音的确缓解了一些，但低频共振的感受还是很强烈。他打开手机上一款测试低频声音的软件，邀请记者上车，特意挑了一些水泥路面做体验测试。上去就嗡嗡这个声音了，开始的时候你不会有感觉，因为我们开始也忽略了，以为这是正常的，因为噪音的外面的胎道路道呢是比较好，它是比普通的车子要稍微好一点，但是它就是从后面的后门那边压过来的这种气压声音，颠簸的时候啊，那这个就嗡，就这个像飞机里面那种声音一样的，那就这个嗡，分贝上你看都已经窜上去了，80多了呢，80多看见没有？80多，对，80多就是很不舒服了。从软件音轨波动图来看，行驶中的确有超过80分贝的时候，但现场声音来源复杂，记者也没有办法做判断，摄像机更是无法记录李先生所描述的低频共振。一圈路试下来，记者个人耳部没有明显的不适，但车辆在快速行驶时，车内的确有一种特别的声响，可能就是说密封性不好，说那个什么干性不好也可以，它就压迫空气，然后造成一种急速的那个气流压迫一个耳声，现在就降低了，不是说完全消失了，它就是有一点不是很明显，就是伤害程度可能比之前要降低了一些，但是还是有一种压迫感，但是不至于疼。找到特斯拉宁波慈溪网点，售后人员表示未经授权无法接受采访，李先生反映的情况会做记录，工作人员留下了记者的联系方式。第二天，特斯拉浙江市场公关负责人联系上了记者。我们目前呢已经给客户提供了这个解决方案嘛，确实是降低了减少了这个声音，然后共振也是有改善的，然后但是就是客户没有达到，就是他认为没有达到他自己的要求，然后就离开了。接下来的话，如果就是说李先生他还是就是对这个不满意的话，那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什么方式去降低这个声音，如果说他一定要退换车的话，那按照三包法的话可能是没有办法满足他的这个条件。谢经理表示，车辆出现的低频共振现象与行驶路面、车速以及驾驶员主观感受都有一定的关系，建议出现类似问题的客户第一时间到售后服务中心检测，公司方面会给予协助解决。李先生说，他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过，结案反馈显示特斯拉已和客户取得联系并邀约进店检查，但客户拒绝要求退车，目前双方没有达成一致，后续还将持续跟进。接下来李先生打算通过法律途径维权。1818黄金眼记者宁波报道。